先讲解一个抖音游戏发行人计划啊，野路子玩法，一条视频变现1000块钱以上，简单操作，小白也能跟上。我们主要是通过巧镜渠道进行安装，不需要做视频，视频几分钟就可以搞定。巧镜过原创方法，也不需要用到什么搬运软件，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难啊。作者认识这个领域，很早一批人已经赚了非常多了。这是作者花5999买来了一套独家方法，细节很多，没人拿出来分享。至于作者为什么要分享，因为周期太长的原因。再来看看课程包含这个项目的介绍、账号的注册、视频的制作、野路子引流的方式。四节视频课，视频不是特别大，但讲得非常清楚。还有这个项目的材料，项目的材料、对标账号、收益图，我看看收益图吧。还是非常猛的，非常猛。这是最新的，1000的收益的话是1000多块钱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啊，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抖音游戏发行人计划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